4万美刀，这件 Ruff。Hello， 各位早上好。那么今天呢，史蒂芬酱和哔哩哔哩时尚酱带大家来到日本东京逛五家我精心挑选出来的酷店。那么话不多说，马上去看一下到底有多酷啊 ！Let's go。那么好了，我们来到了第一家店，是位于这个元素的 GRA。这家店的话呢，是一家非常酷的买手店。各位来到这边的话，其实你可以先在他们的这个庭院这边先拍个照。我是觉得这种日本的盆栽啊、花园设计啊，还有他们的一些室内装修都特别有意思。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去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好东西啊 ！Let's go。刚刚询问过店员之后呢，发现店内是不让拍摄的。虽然里面有很多酷的东西啊，那我现在只能给大家口述一下，这个 Ready Made 啊，有啊 Stone Island 啊 ，KFM 啊 ，Paul Mango 啊，这些设计师的一些特别品牌 ，GRA 也跟很多不同的品牌在他们店里面办过这个 Pop Up。我们前往下一家去看一下，到底还有些什么酷的店。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这家 Domicile， 这家店中文名应该是住址吧。我朋友推荐说里面有个非常炫酷的盆栽。为什么说炫酷呢？是因为就是位于店里面的这个磁悬浮盆栽啊。那么这个盆栽的话呢，它是用这个磁铁然后让它悬浮在空中。可能我用语言没有办法形容，我还是用镜头来给大家诠释一下。这家店的装修各位可以看到啊，是非常的酷的，很简单的结构，但是让你感觉到就是很日风，很有特色。那么如各位所见呢，这个打水装置是一位名设计师设计的。据闻说，这些制作的材料呢，都是来自日本的这个伊豆群岛，非常珍贵，非常炫酷。这家店所在的这栋楼呢，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里面的装修跟里面的一些单品呢，我已经通过视频的形式给大家展现了。过来的话，不单单只是买买衣服啊，或者是看一看里面有什么值得选购的一些配件。各位可以稍微留点时间欣赏一下。里面的设计还有他们店员的一个穿着打扮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在临走之前呢，拍一张帅照啊。好了，各位前往下一个地方。那么这家店的话呢，是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呢 ，Kim 就是坎爷的老婆来日本拍 Easy Season 的时候来过，好像里面有不错的东西啊，我们进去瞧瞧。这不长好看，就是各位最喜欢那种不长不短，脚踝吊脚，穿袜子可以Converse 或者是 Wedge。我们来看一下价格，价格的话是4212日元。200多，成色跟样子都很新。如果各位有机会来日本东京的话，来 Chicago 看一眼这种 vintage 的全片，各位有机会来的话可以买一件，因为我有了，所以我就不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各位可以看一下，它价格非常优惠啊，3000多yen。虽然说是对吧 vintage 的，但是感觉会更好。在袖子上有一个很小的这个全片的 logo， 哦，酷啊，紫色。
吃了个三明治，休息一下，现在继续探店。问题又来了，不让拍。那么这家店的话呢，它一共有两层，第一层的话有各位非常关心的这个 Kiko Asics， 鞋子衣服都有，如果你想来东京试一下的话，可以过来这家店看一看。那么楼下的话呢，有一些它的自主品牌也有啊，比如说三本药师啊，还有一些别的。这家店的话呢相当的酷，有点像博物馆一样，通向地下通道，进去瞧瞧。一进门就看到了马吉拉。在2000年的时候呢，日本经济大萧条啊，很多日本人把他们原来有的一些奢侈品呢重新拿出来卖，导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热潮。准备好了吗？也太酷了吧。40000美刀，这件 Ruff 怎么样？酷不酷？我能刷卡吗？为了给大家一个更好的镜头啊，我跟店员聊了一下，这店员跟我加了个 IG， 现在成为了朋友啊。他把我挂出来，给各位看一下这件 Ruff， 确实是很酷，上身的时候。感觉到了40000美元的感觉。今天这期视频呢，是我史蒂芬 Cool Cake 跟哔哩哔哩时尚酱的联合出品。那么来到最后的话呢，我把这个来自 Keith 的雪糕变成哔哩哔哩的雪糕。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到这里的话就全部结束了，希望各位能够喜欢。那么相比于上一次我来日本东京旅游拍视频的话，我这次挑选的店铺呢可能完全不同风格。那么这些店里面卖的一些东西可能并不是当下非常火爆的款，但是各位也知道我最近的这个口味在变化吗？我在这里呢也推荐各位就可以尝试一点新鲜的事物。在逛这些店的同时呢，我推荐各位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些店铺的装修啊，还有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跟他们店员去聊一聊天，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单品背后的一些故事，因为有很多品牌都是日本本地的，然后它的这个品牌背后的一些小特点啊，或者一些小故事都是非常的有趣，各位下次来呢可以试一下。精彩内容陆续有来了，各位观众，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不要忘了点一波关注啊。 Peace。